主席早安，有请苏院长。请苏院长。院长早安。委员你好。你好。首先呢，要跟我们行政团队说一声谢谢，尤其在这段防疫时间，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啊。我们也很感谢院长呢，在这段时间呢，带着我们行政团队的努力的防守我们的这个家园。那纵然是如此的努力，尤其是我们中央疫情中心是不眠不休的在做防守，可是我们可以发现说，最近这几天呢，我们的确诊，就是这一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确诊人数呢，其实并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那尤其呢是境外移入这个部分的这个人数呢是占了绝大的这个多数。好，所以便是说，我在想行政团队在未来这个防疫工作是越来越严峻。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想行政团队还有一场很硬的这个硬仗呢要打。那当然在这里呢，还是肯定我们行政团队的这个努力。那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城市，那我们外来的人口呢非常的多，不管是外籍人士、外籍生、新住民，占了我们人口比例的这个很大的这个比例。所以便就是说，这段期间我们行政团队所有的这个政策也好，各个防疫的这个宣导呢，都不应该忽略到这些族群。那前阵子呢，本席在内政委员会呢，曾经也跟内政部这边来做这个探讨，不管是在这个新住民口罩的问题，或者是在这个多国语言防疫宣导的部分，我也曾经跟我们内政部长徐部长来做过这个探讨。那当然我们行政团队，我们内政部很快的跟卫福部呢做出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今天早上呢，本席也曾经也收到了我们内政部的这个回函，就是说我们在各个管道都尽可能的就是说让我们的外籍、我们的新住民、我们的移工都能够了解到我们政府目前的相关的这个防疫政策。可是本席发现呢，我们卫福部在电视上面有做了一个还不错的这个防疫宣导短片。那当初本席有在建议，就是说希望就是说能够在字幕上面能够加注这个外国的多国语言。可是在这部分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发现这个部分还没有做到。那本席在想，也许在技术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困难，或者是说我们应该就是在至少吧在英文这个字幕上面是不是可以先上去。这部分我想这个院长还有我们部长也在场，这部分能不能来做一个改善呢？谢谢委员对行政团队、对防疫团队有很多的肯定跟鼓励。其实委员的宝贵意见团队也特别很快来做相当多的改善，比如委员刚才举例。那现在我们在桃机，在这个连行李转盘上都有多国语言的文字在荧幕上等等。那现在委员特别点到说，这个防疫宣导电视上那个应该也有多国语言，让外籍的新住民朋友、移工都能看到。我觉得很有道理。我再来交代这个防疫中心这些制作的小组，看能不能如委员所指教赶快让越多人能看得懂，才有效果，尤其新住民朋友。我请部长说明一下。是，跟委员报告，跟委员报告一下。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包括新传处，我们行政发言人那古拉斯这边也在做相关的这些规划，会交给疫情指挥中心，然后再征收我们电视频道的时候把它打上去。这个我们会做。那另外跟委员报告说，委员到时候在内政委员会提到的，我们立即都处理。譬如说我们现在所有的 YouTube 在宣传这一些的时候，已经有七国语言都出去了。当然如果加上英文，这部分本席有看到，所以对这部分 YouTube 都有，本席是非常的肯定。就是也就是说在电视上面这个部分还目前还没有做到，所以这部分应该是要做加强。对，这部分我马上回去再跟疫情指挥中心请他们，因为这个是要征收频道，是
权力在他们这边。那我知道古拉斯有在做了，那我相信赶快结合起来，然后让他能够上去。一方面是要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的新住民有很多，一般来讲可能看公共电视台的会比看一般电视的更多了。我们一般电视的譬如说这偶像剧啦什么啦，可能他不会去看，但是部长公共电视台这边要加快速度，防疫不能有漏洞，对，任何一个管道我们都应该尽可能的做到防疫的这个宣导，不应该有所个别的选择。没错没错，所以我意思是说在轻重缓急上，我们就往他现在最容易接触到的我们先上去，其他一直上去这样子。好， okay， 所以这我们会处理。 好， 好，谢谢部长啊。 OK， 那我们苏院长曾经说过，新冠病毒的这个纾困会做到雨露均沾嘛，哈。那本身想要请教我们院长，那我们目前所有的纾困方案是不是涵盖了所有在台湾的新住民，他们是不是都是受惠者？给委员做一个说明，是我们对于相关这个纾困振兴，甚至于之前的防疫等等，现在都一体的在做。那我也特别主持相关部位，除了就纾困这些应该要做到立竿，整个能够雨露均沾，而且要立竿见影。现在还更进一步，就相关这些作为哪一个部位什么事情等等，很快又会有进一步的进阶相关的作为来向国人同胞报告。我来补充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的纾困的这些专案不会因为身份而有所区别，你纵然是新住民、原住民，这些我们不会有区别。另外就是对于有特别弱势的，或者是他有特别困难，我们不但不会区别，而且还会加强。所以啊，委员，你知道我们的新住民基金里面，我们也会在这里啊，从这里面，譬如说，我们可以去经济困难的新社区的新住民，他来到这边这一部分，我们会从这里去加强。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来，我们本来就已经有在做，我们会处理。所以在防疫期间的话，我们新住民发展基金这边还会另外再订一些受惠的方案给新住民。我们会来处理，部长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吗？对，我们会来处理。我想从这里，应该他们有相关的，因为计划他们已经在做，很快给我核定，我们从新住民基金拨个一些相关的费用来帮助这些弱势的，或者是经济比较特殊困难的这些新住民，我们会来处理。OK， 好，谢谢委员。我做一个建议啊，因为委员新任，而且又代表这个新住民，其实执政党很期待用委员的身份跟你的历练跟各方面的关系，也许这个时候委员正可以发挥你的身份以及影响力，把政府这一方面做的可以尽量的让新住民朋友知道，因为他们越知道越能够避免防疫破口，他们越知道越能得到政府的照顾。那委员这个时候如果把它尽量做，其实政府要感谢委员居间这个联系宣导。那如果有必要，我请内政部请相关部委委员，如果觉得有必要，那委员接触可能有些是政府接触不到的，你尽量去跑，或者尽量来给我们知道。我希望不要有任何破口，包括新住民无论他从哪一国来，在台湾我们都公平都周延照顾，请委员随时联络。是，谢谢院长，谢谢部长。新住民或者是外籍人士，其实都是住在台湾的一份子，他们理应就应该受到我们台湾相关政策的这个保护跟这个照顾。那再来，院长，我想请教你，对于这个纾困方案里面有一个银行纾困的这个部分，我想请教一下新住民他们。我针对这个未涉及的这个部分，未涉及的部分在这个银行纾困贷款方面，他们有没有被纳入这个部分，请教院长。这个我们都希望雨露均沾，但是是怎么样的身份或者个案是怎么样的情况，我没有了解到那么细，但如果委员想要知道是什么具体的情况，我都可以请相关部位给你说明，委员也可以跟相关部位了解，他们讲的比较准，我对于细节的部分没有那么清楚。对，因为今天本身想要了解，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新住民朋友有做了一些反应，像我们的这个宫古八大行库，我们都有一些纾困的这个专案呢。因为像过去我们所了解，就是说
对于这个外籍人士跟银行贷款，我们在法令上面是并没有一定的法令限制嘛。好，那有些外籍人士他要在这边就算是要投资啊什么，其实这部分跟银行贷款我们并没有一些法令上的这个限制。所以在这个非常时期，如果说这些人外籍人士在台湾这边有在比如说有设立行号的，或者是说未涉及的这新住民，他们可能又做一些小本生意，像餐饮业啦，好，或者是一些零售业等等，那他们是不是也受到我们这些银行纾困贷款的这个保障？这个本席想要了解，因为据我所知本席也曾经有打电话到这个台湾银行啊，我们台湾银行还有这个土地银行，他们是说这部分是有，那我们是想要确定说有还是没有，因为有些新住民朋友他就说，那是不是说八大行户才有？那一些民营的银行呢？我们政府这边有没有就是说跟他们要求，在新住民的这部分要多加的这个照顾跟照会？这部分我跟委员报告哈，那金管会啦、收委，我们都要求一件事啦。我们台湾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一个社会啊，所以我们进来的新住民我们都要一视同仁啊，何况很多新住民都是我们的同胞啊，所以在这一部分来讲的话，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产生差别待遇，不会这样子。所以部长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一视同仁，我们要一视同仁。新住民如果带来领有身份证，就是比照国人，当然了，他就是没有问题嘛，他都是台湾人、啊、对，他就是台湾人了、啊、所以他一切比照国人。那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说为涉自己的这个部分，我想说可以请部长请院长去了解这个部分，是不是就是说未涉及的部分，因为他们可以去，他们也可以就是说去经营一些小本生意嘛，那如果是受到这个防疫的这个影响有所亏损的话，这部分的话要跟银行贷款，是不是这部分我们也可以来努力？我跟委员报告了，委员我跟你报告一下啦，我亲身去看了吼，在宜兰啦，伊咧做一路卤味啊，小生意啊，是，你看就是一个小小商号，伊嘛无去上面大店去，但是我们移民署就提供他很资金，提供他技术，还帮他宣传，我还亲自去帮他宣传，所以在这里这一部分，我们不但不会有任何差别待遇，甚至在有一些我们还会再加强来帮助他们。对，那光谷银行的部分，可能我们这部分中央可以来做一些要求，可是，在民营银行的部分呢，如果是说他们本身并不想要接受这个政策的话，尤其是对涉及的部分，我们中央有什么对策？其实我跟委员报告，很多银行包括民营银行，他们很喜欢跟新住民在一起，因为对他们来讲是有宣传的。对，我知道，像过去的话，所以他们是有宣传效果的，所以他不会歧视啦。是，像过去的话，我也发现说，像台企、台湾企银，它这部分本来就对新住民这个部分就本来就是有一些特定的一些专案贷款。对，那在这非常时期的时候，我们更希望说，不管是公营的或者是民营的银行，都能够来做协助，因为我相信都会一视同仁，甚至有时候还特别帮助的。好，部长。本席最近有接到南部的新住民朋友有来电在询问，他说很头痛，像南部呢有些银行呢就是要求，就是说未涉及的这个新住民要去他们银行贷款，一定要有一个连带保证人。好，这个部分他们就觉得说这个部分好像。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曾经就是问过了这个关谷银行，关谷银行说其实不需要，未涉及的部分，台湾银行曾经说过，我想这部分可能需要说，我们院长、我们部长来跟来确认一下。他说其实关谷银行他们对这个部分新住民未涉及的部分，其实不需要有连带保证人。好，那所以便是说，好像民营跟这个我们关谷银行好像在政策上面好像没有在同步的这个感觉。委员是这样，只要是我们国人同胞，无论他是新住民啊、原住民或者是谁，只要国人同胞都是一体，没有分参差。你讲的如果个案是怎么样情况，那请委员把相关资料是给这个秘书长或者部长。好的，我们把这里的资料汇整过去。那是怎么样一件个案，我比较不方便说在这里讲怎么样。但这一次以委员刚才举的例，小吃摊啊、水电啊，我们都政府在这一次的纾困里面都已经有规划，要给相关的补助或者相关的经费怎么样。
这些很快就会宣布。好，谢谢院长。那本席在这里最主要是希望说，在纾困方案方面，不管任何一个政策都不能够遗漏了这些族群。我们还是要强调，他们新住民，我们应该是说我们都是属于台湾的一份子，所以在所有的政策在推行的时候都不能够遗忘了这些人。啊，那在这里呢，本席就是再次的就是拜托我们院长，我们谢谢，抱怨会休息。